大家好，我是彦博。看看这个天气，要去哪里呢？没有错，我们今天要去台中。今天是初六开工，那我们是不开工啊，我是那个训练中。然后呢，现在要从云林回到台北，然后想说经过台中一下，找一下我那个台中的朋友，叫做越骑越野蔡继林同学。他是我在大学研究所认识的这个极限越野脚踏车的这个选手，同时也是台湾女子下坡车的冠军。有点微微的往后，向后，哦，下坡往后，微微的，微微的，但重心还在中间。好，就这样子慢慢的。OK 啊，我直接飞到下面，太好玩了，我的妈！干，这胆子好大哦！你太帅了，我彻底佩服你。OK。你一定是有手机在开，没有啦，好玩好玩。
看着这个天色已经黑了，没有错，我其实摔两次很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跟着这个台湾这个下坡车的国手 Julie 蔡继林，耶！对，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骑乘，然后他居然来到带我到那个高段班路线，算高段班吧。我觉得算 OK 的吧。我才刚出去四分钟，我就直接飞到草丛里面了。我觉得陈彦博很厉害，这一些路段他有办法在第一次骑乘的过程中，全部顺利完成。他在有一些陡坡的地方，他可以踩上去哎。太夸张了，他把我拉上去的了。感觉不像第一次骑车啊。对，那个太可怕了。我想说，不就是下坡车吗？就是越野单车，就跟在他们后面骑。我真的快吓死了，动不动头就，哇，飞来飞去，人哇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我说我靠，超强。然后那个下坡的时候，每一个压车啪啪的时候，才知道哇，好多技术，椅垫也要调，然后变速也要调，避震也要调。对，我知道好多东西哦，就是术业有专攻，超难。不过今天就是谢谢我们这个 Julie 蔡教练的这个指教，感谢。那以这个初学者来讲，还可以吗？100分。哦，厉害的。好了 ，NG 我再把我飞到草丛的画面点进去，我现在呼吸好痛哦。对了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任务成功了。今天是初六是叫什么？开工吗？我不知道。初六哦，对了，好，初六开工，好，谢谢我们的 Julie， 耶，搞定。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极地冒险赛事、冒险装备，还有跑步的相关教学。那请大家帮我们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会努力推出更多影片哦。谢谢大家，Boost，拜拜。